那我大概简单讲一下，我大概的经历，就是，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同学听过，那，我之前大概是创办过两家 App 公司，跟几个合伙人一起创办。那在做 App 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很多在座很多同学可能都有开发 APP 或者是一些服务的经验，可是当你开发完了之后，你要怎么去获利？那当然你就思考很多方式，比如说希望他付钱啊，买你的服务等等。那但是后来你就发现这其实不容易哦。那除非你是做 2B 的，那如果你要做 2C 的话，很多时候你就想，哎，那我来尝试广告变现。那广告变现的话，我就转型做所谓的这种数位广告的一个平台。那也做了蛮多的案子。那后来就是公司也是被一家广告公司收进去。那我后来就加入了那个 VNFI。那 VNFI 它是一个，我们现在定位我们自己是一个技术型的广告公司。那因为其实现在各位就是毕业之后有没有人想要进 Google 或 Facebook？ 有没有？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他们怎么赚钱吗？拉广告嘛。对，其实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广告公司应该就是 Facebook 跟 Google 这两家。哦，那当然像 Twitter 啊等等这些，雅虎啊这些，他们全部都是靠广告的方式来盈利。其实跟 Apple 比较不一样， Apple 的确它是靠它的软体服务以及它的硬体在做它的盈利，哦，这比较特别。Google 也Apple 也一直想做广告，像包括它最近开始也在尝试一些新的广告的一个可能，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 App 的名称当作是一个 SEO 的概念，然后把它排行到前面去做广告的一个露出。那今天我可能会大概讲一下整个广告，大概有几种类型在网络上的广告。其实广告蛮好玩的，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接触过所谓的那个户外广告。什么叫户外广告呢？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户外广告？公车是一个。还有呢？有没有看过捷运的广告？实体的广告，比如说，对，那我们就有点称之为它叫制作物，或者是其实如果各位有上台北，可能会有看到就是很多户外的大型的这种 display， 这也是一种户外广告，那户外广告它还是有些存在的必要，因为它就是人流嘛，公车我就是在路上跑，就是会有看到。可是这种广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被精准的去追踪说，哎，到底多少人看过，多少人点击等等。所以开始慢慢的在可能2000年 Google 啊这些出来之后，开始有所谓的网络广告、数位广告这种名词出现。那我把它大概分成几个大类别，当然第一个是可能大概在十年前非常红，其实到现在，其实关键字广告一直都存在，并且它是一个还是一块蛮大一块饼啊，只是说可能就是中小企业他们会比较喜欢，因为他们预算没那么多，他们可能就是下关键字广告，那持续去 maintain 这个关键字的排行。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广告联播网，那待会会讲广告联播网，它现在衍生出来就是其实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复杂，而且也是非常技术的一个生态圈哦，待会我会讲。那再来还有所谓的激励式跟任务型广告，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包含像可能早期像 LINE 就有哦，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说，麻烦你加入哪一个官方粉丝团，其实现在也有，就是官方粉丝团你就可以换取贴图，这就是一种所谓的任务型的广告。什么意思？就是他请你做一件事情，你去做了，他就给你一个好处。那其实那都是一种广告的植入。那最后一种是联盟型的广告，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在上面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某一个，你假设你是一个网站，那你就是去，它每天都有一堆的这种广告版位，你就是去跟他拿去这个广告版位，然后去曝光，然后他可能就分你钱。那他每天这个平台上面就是会有各式各样不同店家的这种
这种广告，让你可以去索取这样。好，那我今天主要会比较 focus 在这个数位广告的一个生态，以及这个激励式的广告的一个目前的一些形态跟呈现，大概会是落在这两块，因为平常心讲，关键是广告关联模型，这种联盟型广告比较不是我们focus 的。那主要预算都是会落在我刚刚讲的这种广告联播网跟激励式的这种广告形态。好，那这边我先简单讲一下，既然我们要做网络广告嘛，因为我希望不管我在座各位，不管你们将来你们是要去做任何一个 APP 的服务、或者是网站的服务，假设你不是 2B 的，就是你是跟企业收钱的，你将来是面对 2C 的话，你就会想到用广告来获利这件事情。那你要清楚的知道说，我要怎么来跟广告主收费，或者是将来可能有些人是当 RD， 可是有些人不是，我是当行销，或者是我要当这个新创公司的一个不管是 marketing 或运营，他们都要很知道说我怎么去管理我的广告，管理我的流量。那所以你必须要很知道这些名词。那其实很多，但是我大概列几个比较主流的这种广告计价的方式。那第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所谓的 CPM， 什么意思？就是 cost per thousand 的 peer impression， 什么意思？就是一千次的曝光，计价一个费用，就是每一千个人看到这个广告。那这广告形式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图片，也有可能是影片，或者是各式各样都可能。其实，在座各位应该每个人都有被广告干扰过嘛，对不对？就是那种全版永远找不到叉叉的那一种，那个我们叫盖白广告。等一下我后面会讲。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 CPC 是什么意思？就是 cost per click， 就是每次点击，就是我要一个使用者他去点击这个广告的成本是多少？那再来所谓的 CPA 就是 cost per action。这个 action 代表很多种意义，就是说我 maybe 是请他填问卷，也是一种 action， 我可能请他去帮我注册一个账号，也是一个 action， 他会根据你要去 action 的难度不同而有不同的价格。比如说我叫你去填一个问卷，这个问卷有十题，可能是一个人我要付他100块，可是假设有100题，我可能要付他1000块，他才愿意帮我把这100题填好。所以会根据你的 action 的难易程度，然后进而去决定这个 CPA 的价格。好，最后就是一个CPI， 就是其实我们在业界非常常见，而且尤其是包含像是在游戏产业这边，他们要求就是所谓的 CPI。CPI 的意思就是说 cost per install， 就是我必须要这个使用者他真正的有去下载这个 APP。 那其实现在不只是下载而已，现在以游戏厂商而言，他们会去 tracking 说这个人下载了，那他的次日留存有多少，就是说隔天他还留在你手机上面的比例有多少，可能是3日留存有多少。其实广告已经追踪到这么的 detail。 对，那我刚忘了讲是 CPA， Action 这边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CPS， 就是也是 CPA 的一种嘛。什么意思？ S 就是 Sell， 就是说我卖出东西，真的有去交易的时候，我付你多少钱。对，所以大概网络的广告的计价方式不外乎就是大概是这几种。好，然后那我再跟各位 来分享一下，你们觉得一年啊，台湾的这种网络广告的整体的 budget 大概有多少？一年大概200亿，那持续在增长。不包含电视吗？不包含。对对对对对。那尤其在影音广告这一块啊，其实大概只占现在目前网络的影音广告大概只占整体的影音广告大概可能不到1%，所以大概其实还有1-2千亿的预算其实是在电就传统这一块。对，但是你问我电视广告啊，或是户外这些啊，会不会消失？我认为是不至于消失，可是它搬移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那但这中间有非常多就是复杂的共犯结构，有时候不是
不是技术的问题，有时候是这整个产业都还在慢慢习惯。可是你在国外，包括像中国，其实中国的数位广告的技术其实是领先台湾大概3年左右。对，那我等一下后面我讲一下，就是整个广告的一个平台化的一个过程。好，那这边我大概可能大家就觉得哇，怎么好像看听起来很复杂？那我待会我会一个一个解释啊。那这个有可能对第一次接触的人来讲会有点觉得有点陌生，或是觉得有点怎么不是很理解。那其实这个是很正常，因为其实我踏入广告数位广告圈大概在这几年，我觉得广告圈就是这样，就是如果将来有机会各位有去接触到数位广告我觉得很有机会啦，因为将来不管你要是要做网站服务或是 App 服务，或是你要去加入很多新创，其实都是跟数位广告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你们以后一定会常常会听到这些名词那它也会持续的演进。那我这边就是可能今天花点时间跟各位大概的讲一下，对，那之后你们有问题也可以问。那大概会分成整个数位广告的目前的整个区块，大概会分成下面这几种平台包含DSP 啦、SSP 啦，或者 AD Exchange。那 RTB 是前两年很红的一个技术跟一个名词。那再来是 DMP 跟所谓的 AD Network。好，那我一个来跟各位就是大概讲一下。好，那我先来讲所谓什么叫 DMP、DSP。看字面上的意思，它是写什么 ？Demand Side Platform。字面上意思其实蛮好理解，就是所谓的需求方的一个平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往的广告主啊，他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最早数位广告起来的时候，他们变成是说，对这个东西需求量一直变大，一直变大的时候，他们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是，我很难去跟每一个，待会会讲一个叫所谓的 ID Network， 就是联播网，我去跟每一个联播网去采买每一个广告，这其实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也是他一个一个去谈，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想出说，好，我来帮你做一个平台，这个叫所谓的 demand side platform。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帮代理商，广告其实产业其实蛮有趣的。我简单讲一下，假设说今天是 BMW 好了 ，BMW 他今年可能他的预算是，假设是20亿好了，太多，远太多。假设是1亿好了，那他会规划说，那我要这个1亿，我可能会先去找一家，假设是澳美好了，澳美大家有听过吗？对不对？澳美去执行所谓的整个的整体一年的这种我的广告的规划，我们称之为 planner。他去规划好这些广告，我一年可能要露出几支影片啦，然后要有多少的活动啊等等之后呢，澳美会再往下去找对应的所谓的代理商，去根据不同的需求去把这些他要执行的项目去给这些代理商去做执行。那代理商的角色是什么？比如说今天 A 代理商他拥有的是什么？他可能有的是某些的捷运广告，那 B 代理商可能他拥有的是，可能是我有办法去帮你操作 FB 广告等等。好，那代理商再去往下跟各个媒体去做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我就跟你一年买多少的捷运的广告的量啊，或是跟你买一年多少的 FB 的量啊，底下就是才是所谓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都叫版位或是媒体啦，都可以，可能会根据它不同的习性，所以大概整个广告的一个生态链大概会长成这样。所以可能不像我们以前我们想的那么就是我就是去买一个广告这么简单。那媒体又有分好多好多不同的形态的媒体，所以对于
可能对于澳美或是代理商而言，他底下去管这么多的媒体，我要去下这么多的不同的媒体，我会觉得很烦。然后我要去管理每一个的不同的他所代表的人群。哦，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买广告已经不是在买说这个版位了，已经进阶到买所谓的受众跟人群。这一点其实就是 Facebook 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嘛，因为 Facebook 拥有我们最多的资料。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太，就是有时候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就是他给你的这些广告，你就真的很想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 DSP 他就是去汇集了各个不同的我拥有广告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叫 inventory 的流量，哦，那他去帮助广告主，我直接透过我这个平台，我就可以去点说我现在在几月几号周期，我想要去购买哪一些的广告，然后去设置这个，比如说受众啦、啊、出价啊等等，它其实也是在这一层这个流量端上面再去架一个平台，让广告主来使用。哦，大概这个是 DSP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一家的 DSP 都长得不一样哦。DSP 只是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提供一个平台让广告主去使用。那至于这平台长怎样，每一家都长得不太一样。哦，可能我认为这个平台应该是要有投放受众的一个功能啊，会可以选择周期的一个功能啊，可以怎么样的功能啊，定价啊等等。所以每一个 DSP 都不一样，所以会衍生出后面的问题。好，那既然有一个服务广告主的一种平台，那相对来讲也会有一种叫 SSP，哦，就是 Supply Side 的一个 Platform。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是一个，我举例好了，我是一个 APP 好了，哦，假设我是 D卡 的流量非常的大，我们有跟他合作，哦，他现在对，就是非常大，全台湾现在目前流量最大的，超过 PTT 了，对，超过 PTT 了，他一天大概至少50到100万的那个 impression 以上，对对，光 mobile 还不含包含它的 web 端，对，它的流量非常大。然后，它就是一个我们称之为一个蛮大量的一个媒体嘛。那既然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媒体，它现在跟我们合作的方式就是我待会会讲的所谓叫 AD network。什么叫 AD network？ 就是我觉得应该先讲 AD network。这里，我们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AD network。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透过我们的 SDK， 就是我们的一个软体，植入到它的这个 APP 里面或是网站里面。那它当它有版位，就是说所谓它有在它的网站啊或是 APP 里面有一个广告版位的请求的时候，它就会 post 到我们的后台说，哎，它现在有一个版位是可以播放广告的，然后就问我们有没有要放广告给他。我们会根据广告主的需求，哦，这一段其实是 AD， 以 AD Network 的这个角色而言，我们的投放广告这件事情是我们跟广告主讨论，我们必须见面讨论说，哎，比如说我最近接了一档 KKTV， 我会跟 KKTV 的人先讨论说，哎，好，刚好配合你们电视的这个。广告露出，那我可能在9月18号到10月2号这段时间，那我们设定好这个周期，那我让你在哪几个类别的 APP 里面去曝光你这一则影片，好，这个我们都先讲好了，讲好之后我会给他一个尾刊单，好，就是他委托我们播放这个广告，好，其实跟电视排 Q 的有点概念很像。等到我们这边都确定好呢，我们 AD Network 的角色是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投放手 的人。其实现在 FB 也非常多这样，如果你们去 Google 打一下 FB 投放手，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职业了。哦，像我一个朋友是某大电商的投放手，他一个月薪水可能只有5万块吧，可是他业外收入可能就超过15万，因为他帮很多人代操，哦，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职业。那当我刚刚讲完我那个尾刊单的内容之后，我给投放手就会去我们的后台，就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给投放手用的 dashboard，
他在这个 dashboard 里面，他就要必须去设定这些，比如说我要设定几月几号这个素材名称，然后这个素材规格，然后他要投放的哪些媒体，有可能要排除哪些媒体，有没有要设定哪些时段，然后按就是把这些campaign 全部设定好以后，就让他去跑这个广告，他能动的很少，因为都是由投放手去做这些参数设定，他只能说几月几号，然后我只能让他选择某几个类别，因为我不可以让他直接去选择说好、哦、我要投低卡，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只让他投低卡的话，那我其他的流量怎么办？我会消不掉。这跟卖捷运广告有点像，就是捷运广告永远最热门都是什么？忠孝复兴、西门町，但是有西门町的这些捷运的广告业者，他绝对不可能卖西门町六号出口给单一个客户，他一定说你一定要买六号出口可以，那你要买其他中，你要买我其他的店，因为我去购买每一个版位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越热门的版位，比如说，好，我再举个例，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西门町的捷运站，你们觉得一个月是多少钱？是租那个东西要八百万？比如说，我是一个厂商，对，我去跟捷运站说，喂，今年的那个西门町，他们是用竞标的嘛，八百万。那我告诉你，八百万里面只有六号出口是有价值的。如果你有去看的话，其他都是垃圾。那垃圾怎么办？我不可能就摆着不卖啊，所以我一定要搭手，对，我才有利润。所以同样的意思 ，AD Network 的角色也是一样的。我会去南瓜非常非常多的媒体，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可是我会跟客户讲说，我让你投的是受众，我让你投的是 category 种类，我不可能让你投一个单一强的媒体，不然你以后。单一强的媒体当然成效好，那我就永远都投他就好了。那我剩余流量怎么办？因为我还是要维持一定的流量。那如果一些其他流量一直没拿到钱，他也会不爽，他也会跑掉。所以 ，AdNetwork 的角色就是说，我尽量可以去拿取最多的流量，用一个低的成本，然后尽量去跟广告主说，透过我的。投放手的优化，我可以帮你投到你想要的族群，或是看那个转换率的成效。但是我会要想办法去分配这些预算，让我的整个 inventory 是很平均的被消耗掉。因为我每一个广告它都有所谓的 call to action， 什么意思？就是它最后还是会有一些成效的一些表现，那会有报告给他。像我明天就要给 KKTV 报告，我晚点要来看。那我就要去解释说，这一次他投放的，哎，到底是好还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这个就是你要去跟客户沟通。那客户这边比较厉害的，他也会自己去买控，因为每一个不管是影片或图片，他都有所谓的点击嘛。那点击假设真的有点了，他们那边也可以追踪得到。那他就会去看说他的数字跟我的数字有没有差很大之类的，哦，就是会有一个第三方嘛，就是 Google 或是。很多啦，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件事情，什么 AppFlyer 啊 ，AD Judge 啊，很多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件事，他就是做第三方。然后我跟你讲，第三方怎么赚钱，他就说啊，你付我多一点钱，我就帮你数字调高一点。中国很多都这样，所以第三方根本也不是真的第三方，假的第三方。那各位不要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是自诩是做技术的广告型公司，但是。做到后啊，你会觉得很有点那个，就是说我们很想做真的，可是大家都做假的，你会觉得很累。哦，但是还是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很多挑战在这边呐。哦，我再讲一个比较怎么说，做后来你做这种数位广告，你做久，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做广告其实这是个前辈讲的，你是因为广告这件事很好玩的是。它是一笔一定要被花掉的预算，因为它就是要做广告，好，但是排除掉所谓电商跟游戏这两个区块，品牌的概念是，假设我举例，今天你看了 BMW 广告，它不会要求你今天一定要去买车，不可能嘛？可是它希望什么？它希望你在一年当中，
你 always 在你想买车的时候，你会想到 BMW 就够了。你想要买进口车的时候，你会想到 BMW 就够了。所以他要打的是一个形象，他是要打一个 branding， 他是需要不断持续的去做一个曝光。哦，那电商跟游戏不一样，他们要是立即，我这个广告下去就是马上要有 install， 马上要有 ROI， 就是所谓的购买。所以这两种类型的广告其实是很难很难做的。我上次甚至我就觉得说，如果我真的我的广告一定可以让你的东西卖出去，那我就自己来卖东西就好了。有时候我常常会有这种，就是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每个都要逼我保证说我一定要帮你卖掉东西这件事情。但是我必须讲，就是现在还真的有些公司可以做到保证 ROI 这件事情，但是至于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好事，我也不知道。然后再来是这个是到底是现在讲嘛，现在广告开始讲进入到所谓的人工智慧，但在我的看来都是还是工人智慧，都还是用人工去做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有赖于各位，哦，这些，因为我进来这个业界这么久，如果真的真心有想要做技术型的这种广告平台，其实里面的人都很优秀。我们的竞争对手，以色列的、美国的，全部都是 Stanford 或是 Harvard 的人在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不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都来做广告平台？哦，可能没办法，因为钱就在这里，哦，钱就在这里，所以大家都往这边转。那就像我们公司也一样，我们公司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台青交，对，然后我们在做广告平台，对，我也很想做别的，不过要先赚钱，对，所以很好玩啊，然后也很有挑战，因为其实这里面真的有非常多不同的，就是很多技术堆叠在一起，才有办法做一个好的广告平台。好，接下来我刚刚讲完了这个叫所谓的 AD Network 嘛，对不对？那回过来讲 SSP 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是一个流量提供方，就是我举例 D 卡好了，假设他接 AD Network， 他是没办法去决定说我每一个版位的价格是多少，我只能当初他在跟我谈的时候就讲好说一个 CPN 多少钱，我就是付你多少钱，好，就这样子结束。可是当有一个所谓叫 SSP 平台出现的时候，它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去管理，去决定它每一个版位它在动态的时候要出多少钱。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 SSP 平台可能在即时我有个广告需求，我有个广告版位的出缺的时候，我告诉这个 SSP 会回我说目前哪些价格，那我决定我要拿哪一个价格来播放我这个版位。所以 SSP 这个平台是来服务这些我们称之为，其实讲那都上面写的出版商是有点怪啦，英文叫 publish， 就是你可以称之为有那个媒体，我们都叫 publish 或是媒体比较多了。出版商是那个英文翻过来的，有点怪。哦，基本上只要是网站、App 这些，我们都可以叫做 publish 或是媒体之类的。好。讲完 SSP 之后来了，刚刚讲了是不是有 DSP 去服务这些广告主？但是广告主会发现说，我接一家 DSP 不够啊，我可能要接好几家 DSP， 因为每一个 DSP 它里面拥有的货不一样，那就变得很烦啊！我要去管理这么多 DSP， 因为当一个集团，比如说我随便讲凯洛或者是奥美，或是更大，比如说电通安吉斯或是 WPP 这些国际级的这种广告公司，他们每天要看的这种广告啊预算，他要下媒体真的是上百上千个，他怎么有办法去每一个一个跟这些每一个 DSP 去谈？所以又出现一个更大的中介平台，叫做 AD Exchange。那其实能要做 AD Exchange 这件事不容易。因为你必须同时拥有很多的广告主，同时你要用很多很多的货，就是媒体端，这件事是很难的，因为它那个量要真的大到，比如说我一天可能有几亿的曝光，跟几亿的那个广告需求，我才有资格做这件事，叫做 AD Exchange。目前最大的就是 Google，
Google 自己的一个 Ad Exchange。那再来就是那个雅虎也有一个 Ad Exchange， 啊，那还有像是Twitter 好像也有一个 Google， 因为 Google 是 global 的嘛，就是全球的预算想要投台湾的，或是我的 App 我的 Web 流量是在除了在台湾以外，比如说像巴哈姆特，他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他流量也是非常高。那他的广告，他如果是接台湾的，就比如说他接我好了，我没有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广告可以给他，那他的流量，他的货我们就不是浪费掉了，所以他会去接所谓的 Ad Exchange， 就是，但是我必须凭良心讲，以广告，假设你是一个聪明的流量方，你一定是先把最值钱的广告版位卖给直客。不要透过代理商，为什么？因为你就被少被剥削一两层嘛。好，那再来呢？卖给 AdNetwork， 最后真的没人要买这些烂东西的版位的时候，你才去丢一点 Ad Exchange， 因为 Ad Exchange 里面的货是很杂的，因为他每天都几亿几亿的广告在那边跑，什么时候会选到你，会用什么价格选到你，你完全是没办法被预知的。所以，只要比较聪明的媒体方，他都是会用所谓的我们称之为叫 mediation， 就是所谓的这种叫轮播的机制。比如说，我会设 priority， 第一优先可能是给谁，他的价格最好；第二优先可能给哪一家 Ad Network， 最后才是可能给 Google Ad Exchange。今天你是做 APP 的，或者是做网站的，除非你大到像 Mobile 零一或是巴哈姆特。不然你就专心做好你的网站，你还是把广告交付给像我们这种广告平台，也不是代理商，广告平台，因为他也不可能对到代理商，代理商其实也很难直接去找这些人，因为太多了。比如说全台湾可能手上扣掉 FB 之外，可能有上千上万支的 App， 那有流量的可能有几百支，那我要一个一个去谈，不可能。但是联播网就我们这个角色就是要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价值就是我们在于去 reach 这么多的流量，那一个一个去跟他谈 SDK， 谈版位，让他可以愿意加入给我们。所以大概是这样，各位可以看这张图，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图还蛮明显，但是其实有点对不是很清楚。好。各位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 Ad Exchange 的角色啊。我刚刚讲了嘛，广告主或代理商他们会透过每一个透过 DSP 去投放广告。那 Ad Exchange 的角色就是他去间接了非常多的 DSP， 然后呢，广告主以后就可以透过 Ad Exchange 去拿到各家不同 DSP 的广告。那至于拿到广告之后，再把广告丢给 SSP 再把广告丢回去给你的这个媒体去把广告修出来。其实大致上的逻辑就是这样，其实就是中介再中介，其实就是都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当你中介一个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所以又有人再去做一个更大的中介，去把大家的中介再把它包在一起。其实简单讲起来也就是这样而已。那再来我们再讲所谓的 RTB 在这两年非常非常的红，尤其在台湾。那其实这在国外也是已经流行一阵子了。那我觉得 RTB 其实它不是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名词而已，就是 real time bidding 嘛。其实从英文字面上来看，其实很简单，就是所谓的即时竞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今天有当这些 AD exchange 的时候，我在出售，我透过 DSP 拿到这个广告请求，然后我下去要去跟我的版位拿广告的时候，这个中间其实是有一些落差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假设我出价两块钱，我要买，比如说几岁到几岁的那个受众的一个
影片广告，我今天出每一个 CPM 50块，然后我要把我的广告露出在15岁到35岁这个受众里面。好，我把这个请求丢出去。那我 AT Exchange 不是有一堆的 inventory 吗？就一堆货，然后他去筛其中适合的，然后这些人他也认为这个售价 OK， 他就接受这个请求，然后去播放这个广告。可是早期的时候 ，AD Exchange 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当中，它其实是会有时间的落差，就是当我这请求出来的时候，可能一天两天之后，它才真的把广告播出去。哦，那这中间其实瞬息万变，可能这个版位又变贵了，你可能就拿不到这个广告，你可能就播不出去了。那所谓的 real time bidding 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今天一有这个广告请求的时候，我马上去及时去跟所有的版位去问一次，说有谁要来播，我现在出这个价钱，没有，那我就再往高，没有我再往高，然后看谁最后拿到这个广告。其实他就是在用一种方式去说服广告主说，你这样子投广告 CP 值比较高，对，你是用竞价方式，不是用单一的价格。就是说你可能从5块、10块、15块、20块去慢慢的去bidding你的这个范围，那当然有可能你没bidding到，那你这次就拿到广告，你可能要再下一次再去bidding。所以 RTB 其实它只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名词。但是好，回过头来，我刚刚有讲一个重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清楚，一个好的范围它是不会被bidding的。为什么？因为好的范围我早就已经被直客买走了，我可能用包版的方式，根本好。我再刚跟各位讲一下，最好的广告卖法是包版，什么意思？我包时段，我连成效都不用管，哦，就是我就卖时间的，两个礼拜我就放你的广告，整个盖版的，我就跟你收多少钱。啊，当然还是可能会出个报表，但是那已经不是重点。第二好卖什么 ？CPM， 我只要曝光我就有钱拿。第三好卖什么 ？CPC。我点击才收得到钱。第四最难卖是什么 ？CPI， 我要有 install 或 CPA 有动作，我才收得到钱。哦，所以，为什么我说 RTB 在台湾其实是个假议题？因为当你的货都沦落到 AD Exchange 的时候，它就是不好的货。不好的货，我再怎么 bidding。就是拿不到我想要的受众，或是拿不到我想要的好版位，你都是去bidding到一些垃圾的 banner， 那 banner 很多啊，多到可能掉在路上都没有人要买这个版位，那怎么去bidding？我认为这台湾的问题是在于是说供需的问题，在欧美的确是 RTB 是一个很流行那些很正常的行为，是因为欧美的版位真的很多，流量很大。台湾相对还是一个相对小的市场，什么意思？将来你们各位有人做 APP， 有人做网站，只要你有流量，你的筹码就很高，因为就是供需嘛，需求比供给来的多，所以我光被包版都来不及了，何来的货被内定？如果这个版位很稀少，你觉得他有可能就把它放到 AD Exchange 去给大家竞标吗？不需要嘛，我每天接都接来不及了。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在台湾的话，我认为啊，做 APP 很辛苦，但是只要你有流量，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台湾量就是少少的嘛。哦，数得出来有流量就是那。可能就那二三十支 APP 吧，哦，各个垂直领域。可是其实现在的确很难，比如我现在举例嘛，到底现在谁一个月除了游戏以外还要去下载 APP 的？可能最多一个到两个，哦，你下载 APP 的那个越来越少，因为真的太多，而且该有的都有，哦，但是只要你有办法做出一款让人家愿意下载的，其实不用太多量，你只要有一定的量，而且你的族群是很明确的。我随便举例，比如说电影。比如说，艺文，比如说美食，那美食太广泛了，或者
跟一些niche的东西，比如说艺术，比如说你这 APP 跟艺术相关，人少少的没关系 ，maybe DAU 两万三万，但其实它是可以养活一个小团队，因为你的 TA 很明确，对，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哦，有机会还是可以试着做做看一些 APP， 只要你有流量，其实都是可以还不错的。你看这些早期，我们现在认识很多开发者，他们是很早期，就是有些先进者优势，他们流量大到不行，可能也才一个开发者。可是现在真的坦白讲很难很难，现在基本上你要做一本都是要很规模化的，就是都要有一个很完整的 team， 行销等等才有机会，因为真的越来越难了，平常心讲。但是所以我在讲说才会有这种供需问题嘛，就是广告数位广告需求量越来越大。可是能提供 inventory 的人就是这一群人，所以很好玩，就是说，RTB 其实在台湾我就觉得不是很实用啊，就没有意义啦 ，bidding 是没有意义的。好，那后来又在衍生所谓的 DMP，DMP 什么意思呢？好，我每一次去投放这些版位，我们称之为 campaign， 就是我每一档广告。那我投了 A， 投了 B， 投了 C， 投了 D， 我投了1000次的 campaign， 就是1000档广告之后，我要怎么知道？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这次投卸妆乳，我设定了比如说18到25岁的女性，然后这一款卸妆乳可能是偏，比如说少女的，那我去滤取它可能是对，我随便讲啊。对那个 Pokemon 有兴趣的，好，我去丢，然后这些表现还可以，还不错。那我下次透过 DMP， 我下次有一个类似相似型的产品来的时候，我透过 DMP 我去捞说这样子产品属性，那我之前投的经验，它大概是哪些参数？那综合起来，我这一次要怎么去投？好 ，DMP 会告诉你说你过往的记录。然后同样相似类型的商品或是广告产品，我要怎么去投放，是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DMP 有点是就是在优化你投放的一个平台，那它是不断在累积资料，可能有什么性别、年龄、地区、购买行为、点击广告行为等等等等，非常多不同的标签在里面。那当我资料收集越多，理论上它就会越好。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很多人在争论嘛，到底到最后广告平台能不能全部都是那个人工智慧？那我是觉得可能还是没办法，还是要一部分的工人智慧加人工智慧。现在这两个在 PK 嘛，目前看起来是工人智慧强过人工智慧。就是投放手的 know how 远比电脑来的厉害，对 ，DMP， 对，但是就是也有人就是要做 DMP 给人工智慧用的，但是现在就是人工智慧就打不赢工人智慧啊，因为这些投放手是一天到晚在投放，他就是比你懂啊，投放手很多都是女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都很厉害，就是很会投，对。但是有个问题是你必须一直去适应这个不同平台它的演算法，像 FB 一直在调整它的演算法，超贱的。假设你是百万粉丝的那个粉丝团，但是只要它演算法一变，你发的文也没几个人看到，你就是要去付广告钱。我觉得有点像是收保护费的概念，你就是希望你的贴文被看到，你就是乖乖付钱。那基本上 FB 也是要获利嘛，对啊。对啊，所以他们用这么多工程师，他们一定用很聪明的方法让你觉得说，我好像有在帮你优化，但是你投广告会更有效之类的，对啊，所以这就是 DMP。那要做一个 DMP， 你们觉得要多少的工程师？光做这件事可能就要20个工程师，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说大家好像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之前才5、6个的时候，我们说要做 DMP 就被人家笑。哦，对，所以其实上述这些大概就是
整个目前广告数位广告，你要建构一个平台，大概就是这几个类别。哦，那每一个都蛮有挑战的，那每一个都有它各自的 know how， 而且每一个它都一直不断的在演进。明年搞不好又出现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也不知道，对。但是我觉得在数位广告这个生态其实是很有趣的，而且其实很多很多的公司都在做这件事情。我这边有大概整理一下台湾在这个广告生态圈的一个分布图，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左边这边就是所谓的 agency， 就是大概有哪一些可能比较大，可能有些人听过了，凯洛啦、ISOBA 啦。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大的这种 agency。那右边这个叫所谓的 agency 的 training desk，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在服务这些 agency， 帮他做这些 DSP 的这些管理之类的。那台湾的 DSP 其实也不少，现在越来越多，还有一些代理国外 DSP 的系统，那也蛮多家的。那DMP 也有啦，那 AD Network。也是蛮多，那我们其实大概我们定位我们自己是 AD Network 以及所谓的 SSP 的角色。大概台湾的整个广告的生态圈的分布大概是这样。那越往这边就是靠近所谓的 Advertiser， 就是广告组这一端的，就是它是这边都在服务广告组。那往这边呢，就是 Publisher 这一端，可能我就是在服务媒体之类的。这是一个台湾生态的一个广告生态，就各位。如果想进数位广告圈，其实大概就这些公司都可以去了解一下。